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我现在来到的地方呢是大坑第八号步道，这个地方非常著名。在1988年的，据说有一对家庭出游，他们用他们的 V8 拍到有一名身穿红色衣服的小女孩跟在他们后面，而且的脸是一个老阿嬷的样子，还有青色的獠牙。没错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，就是红衣小女孩。片当中的这位先生仿佛多长了两颗牙齿，而据说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獠牙或鬼牙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在所拍摄的 V8 室内竟然又发现一位不存在于现场而且长得非常吓人的小女孩。某一天有一家庭来这个大坑风景区出游，非常开心的拿着 V8 在拍大家爬山的过程。当天大伙都没有发现任何的异状就回家了。不久后，里面某一位的男性意外的过世了。大家在帮他整理丧礼照片影片的时候，才意外的翻到了他们当时出游的这段影片。而后来这个 DV 就被台湾的各大媒体、各大电视给疯传。之后呢，就有一名法力高强的法师就说要来这边与那名红衣小女孩沟通。结果奇怪的是，当天那个法师到了现场，经过了一片竹林，竟然刮起了一阵强风，而且原本晴朗的天际就此顿时变得阴暗。而那名法师本就不怕，进去跟红衣小女孩沟通，并且把她封到一个蛋里面。后来他们有证实，把那颗蛋打开之后，里面的蛋白跟蛋黄也变成黑色的。法师就说，如果以后没事，千万不要晚上来这里。1988年到现在，可谓30年，我们回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在这边实测看看，一路往他们的八号坑道上面走，并且还原他们当时拍家庭出游这个 V8 的影像，看看我们能不能跟他们一样，在后面拍到红衣小女孩。不得不说，我是真的还蛮紧张的，时间也是已经1:30，难免还是会让人家有心不安的感觉。但是为了证实看看，到底这里有没有红衣小女孩这个东西，我们就走吧 ，Let's go。我们现在就红衣小女孩出没的那个地点。看看，哦，这里有一间小庙，不知道里面那个是什么神呢？看一下，对，有人知道吗？听说这种庙的不要乱拜比较好，对不对？知道。这里再往上完全没有路灯了，前面没有，完全没有路灯哎。对，我们不是在八号登山步道进来的吗？那里有一个八号登山步道的路牌，所以他意思是八号登山步道已经掰了。现在进来这个地方，已经完全100%黑暗了。哇！他们说红衣小女孩就出现在这里。我的口袋，这个肚子的口袋突然多一只树枝。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刚刚把它放手电筒，我突然摸到一只树枝。啊？在哪里？我把它跳掉了。啊？那我看一下我的口袋，什么出事啊？现在感觉这里不能乱讲。你们觉得这个路已经有一点像拍到我们讲那五个字？我万万没想到，我竟然会来这种地方，我有点凉哎。我不敢往回看。对，怎么办？我怎么办走？我们还要往前走，因为大家平常都在说那个传说，竟然你现在活生生就在这个地方，而且影片是白天，来的时候还是黑夜。上面真的都是竹林哎。到竹林，我之前有拍一个消失的小林，他最后不是关键指向1、2、3、4、5，就是在竹林。对，就是过的时候，角落就是看到有个小女孩。跟小林讲的一样，这边有一堆竹林，你看这里就没有路了。对，所以他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探险？也太怪了吧！这上面就是我们当时截图小林的个人档案，看到了他的简介，期待5年祭。哎，5年祭，我就在想，这不是台湾族的祭典吗？你可以看到维基百科上面人祭往下滑有一个参见出草，点进去滑到下面可以见到台湾族5年祭，族人会围成一圈，并手持长竹竿，一直往上猛刺被抛在空中的头颅，后来才被禁止改为藤球取代。大家有看到关键字吗？竹竿，没错。当时他把我带去的地方正是竹林。我在量，
我也在量，我们抱在一起。我啊我怎么办？我们一起。哎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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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我们不会紧张了。因为前面有一个冲动石公园，代表这里是有人烟的，我们要相信那个法师。但是会这么紧张，也可以证明，其实任何的，不管是商业品牌、一件事情、一个音乐、一个电影，你就是赋予给它一个故事，它就变得很有生命力。由此可证是这样子。我们到现在已经走了差不多20分钟了，我们始终好像没有看到1、2、3、4、5他们V8那个位置，但是。我们目前所在这个地方就有一点类似，我觉得不然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挑战看看那个 V8 的传说，因为我们也真的也走了很久了。可能那个1、2、3、4、5它以前出现那个地方的样子呢，或许已经被改建过了，所以我们就在这一条相似的地方走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我们在场三个人，每人走一次，输的先来。如果1、2、3、4、5你在的话，帮我们决定谁最有几率召唤出你，我们就让那个人先来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请给我们答案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对了，还原当时1、2、3、4、5，当时的 V8 状况。刚刚这样往后拍，有没有拍到任何的关于1、2、3、4、5？也不知道他那台摄影机有没有拍到，但是我结束了，我们就换下一位。刚刚一路来，完全不敢往回头看，因为看真的超黑，像我现在前面也是整个出事。